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进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退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？啊？啊？这个哈，好，好，对了，对了，啊，所以你们在单独做完这个大圈完。大圈完，你们那个桩要做好啊！大圈完，回到小圈，啊，进步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就是加这个，这个，啊，然后我们会走这个。啊，到自由走的时候，你们看那个当下你的剑在什么地方？如果剑在这个地方，你就从这里转，你就从这里转过来。如果当下你的剑是朝这个方向走，你就朝这边转。转过来以后，你就随意走，但是不要停，剑跟步在你自己的范围内。啊，你自己的范围内，小朋友骑车不要在这边。小朋友剑会碰到你，出来。啊，所以叫你们自由走的时候，你就随便。你们今天要练，今天要练一下，把这个走活。啊，啊，然后。回来到这边，再走这个，刺就要收了。这个收后手到前面来啊。这么多啊，好，你们去把那个程序想一下，想一下去练。到那边再还没讲到转的时候不要转。啊，先朝那边走过去，先朝那边。不是，先向右转，先要敬礼，先是同方向。你自己先向后转，等一下，怎么转的？第六排向后转，好，预备，调形。啊，刺啊，哦，量距离，这个哈，距离哈，到时候啊，你们先到的时候就要把它先取好了，所以你自己大概在什么地方，比方你是面对什么地方，你是面对哪一个旗子，哪一个桌子，每个人你自己的位置先有一个概念了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在面在这边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在这。对，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向右转的时候。那等一下，那个量距离就不要了，量距离在你们到场的时候啊，因为到场多少人，是不是有多或有少，到时候还要看，啊、哦，所以每一个人到现场的时候，先取好位置。那后来有增加的人就往边站，啊，六排向后
我们用含机步。是我问一下，我在这边吃胶，我就要再转回来正。啊？你要转回来正吗？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对，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你走到，我看，你朝侧，对，你刚才是回来含口令嘛？对，是不是？你持剑。刺的时候往这边走了，你往这样走，走了啊，好，来，对，嗯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。你们做他喊口令做，然后我看有必要做说明，做说明我来做说明，啊。我会做提醒，慢。手向后指，剑指向后指。三步，进三步。小，对，小。你那个是中了，小，左青龙反手，左青龙反手，反手，左青龙反手，等一下，这个由我来，因为我要看每个人都到位了，到位了就等一下，等口令，大蟒翻身，走，劈，走，黑熊探爪，重心在后，走，白色缠身，穿，先做穿，第一个，侧身的穿，压下叉，这分成穿跟叉哈。好，叉，好，压掌，好，右推掌走，
走到三圈子就停。好，走，又青龙反手。大蟒翻身，走，黑熊探爪，白蛇缠身穿。擦，鸭掌，左推掌，走，收，向左向右转，辛苦。